以提一下，但是没必要把精力放在那上面。啊，不要带着情绪，带着情绪，你就发现事事都不顺。啊，喂，我说了，带着情绪，事事都不顺。所以说，不要带情绪。
点黑色，苹果没啥意思，对，就不能标着那一个，因为那一个的话，除非你做的很精细化，要不然根本挣不到钱。是啊，你看那个，你看现在这个尿素啊，玻璃纯碱啊什么的，你就闭着眼睛随便做，随便做一把，都。